Hello， 大家好，我是宇。有些人的车子是可以透过读取随身碟里面的 MP3 来听音乐的，像我的车子就属于这一种。但是我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有些音乐它的声音比较大，有些音乐声音比较小，导致我要一直去调节音量，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那有没有一个办法可以让这些音乐的音量尽可能的一致呢？今天就要来分享一个软体，让你把这些 MP3 的音量让它尽可能的调成一致。其实现在手机或者电脑上面的播放软体有很多都可以在播放音乐的时候自动帮你调整音量，但是车子上面的播放系统往往没有这个功能，所以我才要把这个东西特别提出来讲。那我们现在就进到电脑的画面吧。这一次我们要用到的软体叫做 MP3 Gain， 我会把它的下载连结放在资讯栏跟置顶留言里面，你们有需要的话可以从那边下载。下载完之后把它解压缩，你就会看到这些档案。这个时候请你找到 MP3 Gain GUI 这个档案，左键点两下把它打开来。如果你看到一个这样的警示画面，不要紧张，先按下确定把它关掉，然后到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档案上面点右键，选择最下面的内容，进来之后上面这里有一个相容性，点下去，再往下找，这边有一个地方可以打勾，你就把它打勾。这里会预设是 Windows XP， 不要动它，直接按下确定。这时候你再用左键点两下，它应该就会进到一个画面，但是这个录影软体录不下来，所以呢这个地方就选是就对了。选是之后它就会把这个软体给打开来了。虽然你看到界面是英文的，但它的操作非常简单，所以完全不用担心。首先把你要平衡音量的 MP3 汇进来，如果你有一整个资料夹你就选这个，它可以把整个资料夹一次读进来。如果你要直接选档案你就选左边这个。那我们先选档案好了，点开之后去选择你要放进来的 MP3， 比如说这两首我把它一次选起来，按开启，它就会被拉进来里面。这边你可以选择一个音量，它预设是 89dB， 那我们就先用预设来做操作好了。好，首先你可以点这个是分析它，它就会分析这两首音乐，这边会列出它本来的音量是多少，然后应该要做多少的增益，所以这个离89、大概差 4.5， 这个大概差6。那如果你要做调整的话呢，就按下分析旁边的这个，按下去之后它就会进行音量的调整，所以我们现在把它按下去，你就会看到音量被调整成89左右了。它其实是不是调整到89整，它是调整到它的上下，但是不会差太多，所以这样的话你的音乐它就会在一个差不多的音量，不会忽大忽小声咯。我觉得这个软体真的是还蛮方便的，因为音乐忽大忽小真的很麻烦。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个好用的软体。好啦，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了，希望对你会有帮助。我是宇，我们下次见喽。